China's first granular water-soluble fertilizer, Cocoly is exported to 46 countries. Hey. 那巧克力在台湾推广的哦，五六年以后哦，渐渐哦受到哦台湾农民的哦认同跟喜悦哦，觉得这个巧克力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哦，跟以前所认知的大陆的产品有截然不同哦，超好的表现啊，不仅土壤调节好哦，根系发展的迅速啊，整个植株哦会健壮哦，收成哦会比以前哦还更加的哦丰收。Cocoly